医生说你恢复的不错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哎，出院好啊，公司里啊还积压了那么多的事情。就算你出院了，也不能像以前那么拼命工作了，你都什么岁数了，那身体吃得消吗？哎呀，怎么了？你以为我想拼命吗？可是帮我的人在哪儿呢？那他会让奕泽回来帮你？ 父子哪有什么真的仇恨啊？不是我对他有仇，是他在恨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我不走了，回房间。哎，太好了，明天又出院了。嗯，我最近也是太忙了，也没时间好好陪陪傅伯伯。 你们年轻人事儿多，你傅伯伯说了让我别去烦你们，他自己呢就经常念叨你，他可真是把你当亲生女儿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哪有这个好福气啊？怎么没这个好福气啊？阿姨，您今天来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吧？ 哎呀，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还不是天林和奕泽这两父子的事情啊！哎呀，你说，这天底下哪有不疼子女的父母啊？这天林呢，就天天念叨奕泽，可是奕泽呢，就因为他妈妈的事儿，始终不肯原谅他爸爸。我知道，这事儿我也劝过奕泽哥，可是他也不听啊。你说。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这事儿在他心里面就是个坎儿，始终过不去。哎，奕泽最听你的了，你帮我去劝劝他，让他回家看看他爸爸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今天你伯父说起他儿子来，那个表情，我看了心里都难受。哎，阿姨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奕泽哥那脾气。 所以嘛，我这不是来求你来了吗？你帮我劝劝奕泽，你知道这种事儿，我说多了他反而更听不进去。阿姨，您找错人了。小兰，你不是不肯帮我吧？哎，小兰，你傅伯伯可是最疼你的了。阿姨，我怎么会不愿意帮您这个忙呢？但是我现在说什么？ 奕泽哥也得听啊！哎，你说话他都不听，就他那个脾气，谁说话他听啊？陈凌云，你还记得他吗？陈凌云，哎，我有点印象，你跟我提过他。对，就是他。 一泽哥现在爱他爱的不行，他说的话，一泽哥肯定听。你找他帮忙，没准一泽哥会回去。哎呀，不行！你看你伯父上次那样对人家，人家愿意帮忙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傅伯伯是一泽哥的爸爸，对吗？他还能让他们父子俩就这么僵着，永远都不和好吗？ 阿姨，你要不这样，你先去找陈凌云，让他帮这个忙。他要是不肯帮忙呢，你再跟我说，我再去劝奕泽哥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试试吧。你说说，这一世两父子，何必呢？ 一泽哥最讨厌别人插手他跟傅伯伯的事了，我倒想看看这个闲事儿，程凌云，你到底管还是不管？
乱唱，发泄一下。你是？我是。这是咱们酒吧新请的驻唱，叫小峰。怎么才来？马上营业了。我其实早就出门了，只不过在路边看那个卖唱的艺人，跟他玩了一会儿，所以就忘记时间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位就是你心心念念的曲恒，怎么样？没忽悠你吗？你就是曲恒？我是。快给我杯酒。小屁孩不能喝酒。快呀、啊！行，那给你倒杯啤酒吧。只能喝一杯啊。你好。哎。许恒老师，请收我为徒吧。这是干嘛？哟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拜上师了？话说你这敬酒的习俗在哪儿看的？电视上不都这样子？那人家用的是茶，好不好，大哥？反正都一样。小何，许恒哥，这是 我很喜欢音乐，你就收我为徒吧。小峰，拜师就算了，你要是喜欢音乐的话，以后我们可以常交流。我能有什么跟你交流的呀？你就直接教我不就行了？我哪里会教啊？以后咱们常沟通就行了。啊，也行。那个曲恒老师，我写了首新歌，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？好啊，这样我直接带来。对对对，就是这首，就是这首。尽情欢唱。嗯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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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许恒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高强，给我拿支笔。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欢快的曲子，嗯，从副歌部分要稍微高一点，这样的话唱起来更有激情，更欢快一些。你看啊，这样吗？你试一下，你从副歌部分开始试，我帮你哼唱。但这样会不会太高了？你看，都快到女生的调了。你试一下就知道了。Two， 来吧来吧，让我们打破枷锁，尽情歌唱。大地缺少雨露，就会荒凉。梦想也需要爱的滋养。哇，太神了！就改了几个，比我之前那个好听多了。曲恒哥，你就教教我吧。哎呀，以后啊，咱们多沟通，你自然就会了。哎呀，别以后啊，就现在，现在教我。哎，什么？今天曲恒还有事儿，你们改天再沟通啊。哎，你先去把你甜甜姐接回来，她就在前面商场里面逛街呢。她自己不会回来？让你接你就接，不然今天晚上别想上台啊。你这是威胁我？对啊，威胁，赤裸裸的威胁。高翔，别欺负小孩。放心吧，以后我们会常见面的。嗯，好吧，算你。快去。嗯，走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无忧无虑的年纪真好。大哥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发愁的是一个白富美缠着你甩都甩不掉，需要羡慕小屁孩的无忧虑吗？臭小子，程小姐。你是程凌云吗？我是。您是哪位？真好看。哎呀，我们一泽眼光实在是太好了。啊，您是一泽的朋友吗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一泽的阿姨，我叫徐慧荣。啊，这么冒昧今天跑来找你，是这样的，我有点事情想请你帮忙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见过。您太客气了，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吧，如果我能帮忙的，我尽量帮。太好了，我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他们两个人啊，所以我就是想请你去帮我劝一劝，跟一泽说一说。
阿姨，您让我去劝一泽和他爸爸和好，我真的做不到。为什么呀？哦，是不是因为之前副董对你的态度啊？这里边是有误会的，我回去会好好跟他解释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不是的，我没有这么想。其实一泽和他爸爸之间的事情我略微知道一些，我只是觉得这种事情还是他自己解决比较好，我真的不方便介入。他们两个要是能自己解决那不就好了吗？这俩父子啊，脾气都是一样一样的。其实一泽的父亲之前有许多事情他都是有苦衷的，可是一泽就是不肯听他解释。程小姐，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你就看在可怜一个父亲的份上去劝劝一泽，让他看看他父亲。可是之前他们两父子又吵起来了，一泽摔门走了之后，他父亲经常一个人偷偷的抹眼泪了。他是真的很关心一泽，现在他岁数大了，最近身体又不好。程小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当可怜一个父亲，帮我去劝劝他，劝劝一泽回去看看他爸爸。好吧，我试试吧。太好了，谢谢。晴晴姐，你要逛多久啊？翔哥都等你等疯了吧？是吗？嗨，现在才几点钟啊？酒吧里又没人，还自己搞得定的啊？可是我急着回去啊，要不我们明天白天再来逛吧？那不行啊，逛街这个事情讲究的是兴致，今天我兴致来了，你要不陪我逛完，我晚上睡不着觉的。太可怕了。哎，凌云姐也像你这么爱逛街吗？她嗯，让她逛街还不让她跑马拉松呢。还是凌云姐比较正常。小家伙说什么呢你？我是说你应该逛渴了吧，要不我给你买瓶水去。算你懂事，去吧。包拿走了我怎么付钱呢？快去啊。嗯，吃饭了吗？我买了外卖，一起吃吧。嗯。好了，开动吧。嗯，来吧。嗯。你要吃啥？这个豆吧。嗯。嗯，多吃点。我今天见了个人。谁啊？你阿姨许慧蓉。她找你干嘛？也没什么，就瞎聊了一会儿。她说你爸明天就出院了。你不打算明天去看他？你不说他明天出院了吗？既然他出院了，我为什么还要专门的跑去看他呢？可是他是你爸呀。那然后呢？我知道你们俩之间的一些问题，但是你不能永远保留这个心结，他毕竟是你爸爸。嗯，原来今天这一顿饭是鸿门宴。什么呀？那不是吗？那你说你到底是来跟我吃饭，
还是想要来当帅客？那我警告你啊，如果你还是要讲我爸的事儿，那就别说了，赶紧吃吧。啊，我知道这是你的禁忌话题，但是你不能逃避他，你不能逃避他是你爸爸这个事实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就要去解决，实在不行就去看看他，哄他开心有什么难的呀？装装样子你不会吗？你也应该考虑考虑他的感受。不是我为什么要装啊？他有装过吗？他有没有在我面前装过？他有没有在我妈面前装过？啊？他根本就没有装过。哈，就算是他真的有装过了，我也就认了。他有没有顾及到我的感受，我妈的感受？那你应该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吧。你口口声声说要跟我在一起，但是你连你和爸爸之间的关系都处理不好，我们俩怎么在一起？我要怎么得到他的祝福？总不能像上次发布会那样吧？你根本不需要去面对他们，这是跟你根本没有半点关系。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在一起不需要得到家长的祝福吗？那你有必要得到司董他的祝福吗？你强词夺理。我明白上次的事的确是让你很难受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好好的去处理，不让事情再发生，好不好？但你也要听我说，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三言两语能解决的，这是我家里的事儿，是我跟我妈、我爸他们之间的事儿。我真的不想有一个外人来插手。外人？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个外人是吗？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敏感啊？我不是这意思。敏感也好，外人也好，我只知道我妈告诉过我，一个不孝顺的男人绝对不是一个好伴侣。我不想把我的未来托付给这样的人。行了，你自己吃吧。你跟我吃饭能不能专心一点啊？把手机放下。韩启明，把手机放下。哎，干嘛啊？你很不乐意啊？那你跟手机吃饭呀？哎呀，我没不乐意，我哪敢不乐意呀？来，喂你吃口肉肉，好不好？吃一口嘛。真乖。你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最近几天都是这样，我一直都想吐。哎，你那个来了吗？没有啊，好多天都不来了。你不会是怀了吧？怀了？啊，不会吧？上次我们……韩启明，我跟你说多少次让你小心一点了，现在怎么办？你说话呀，怎么办啊？哎，你先别着急，你让我想一想。哎呀，要不这样，拿掉吧。拿掉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害怕。这有什么好怕的呀？上了手术台那就几分钟的事儿。现在广告打的你没看见吗？都是无痛的，你别怕，我陪你啊。启明，反正我们快结婚了，要不然你就把孩子要下来吧。不行，坚决不行。现在是我事业的奋斗期，也是上升期，我哪有功夫跟你养孩子呀？我自己养行不行？孩子跟我姓行不行？我们家肯定没意见。哎呀，你小点声，话不是那么说的。你还记得我班小李吗？一毕了业，马上就结婚了，然后就生了个孩子。你看现在呢，什么都不行，连看个电影、旅个游，一点时间都没有。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可是，那我们不是早晚都这样吗？
是早晚都得要，但不是现在，现在真不是时候啊。哎呀，你就别犹豫了，听我的吧，拿掉啊。不对呀，韩启明，你以前不是说特别想跟我要个孩子吗？怎么你现在要把孩子打掉，你不想负责了是吧？我不是那么想的，以前是以前，那个时候我们还小，都没有什么负担嘛。你现在有负担了？我让你负担什么了？是车子还是房子？你到底把什么当负担了？我吗？我不是那意思，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？韩启明，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要不要这个孩子是我说算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倩茹，倩茹，不用找了啊！倩茹，倩茹，倩茹！哎，一身都痛死了。老高，你说跟这物业公司累死累活的，能挣多少钱呀？哎呀，那你总得先吃饭吧，钱以后再找我姐要呗。哼，找你姐要？就知道说，你姐呀，现在打发我们跟打发叫花子似的。我说我再不拉你，你就得疯了你。哎，别喝了。干嘛呀？你看是不是欠风了？你知道他当时有多嚣张？哇塞！不行，我得给我姐打电话。喂，姐，是我。哎呀，你先别生气啊！啊，我看着剑锋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先跟着他们啊。哎，好嘞。走远了，快点。行，我得跟着他们。哎，你怎么守着？快点吧。哎呀！咚咚咚咚，面来喽。香啊！这是我妈特意给你做的面。哎，啊，阿姨做的面太好吃了，我都学不会。想学就过来吃阿姨做给你吃啊！好啊。嗯，这是小菜。嗯，好好吃啊。小心月。嗯，日泽哥，你们也在啊？啊，对了，阿姨啊，那个陈林在吗？我要找他。林去找高强啊。还没吃吧？我去下碗面给你。没事，别麻烦了。我去找他就行了。啊，我先走。哎哎，玉泽，急什么？吃完一起去嘛。对呀、啊，不着急那么一会儿呗。行啊，你们吃吧，我走了。这个傅先生怎么这么火急火燎的？妈，爱的奔跑，您甭管。可可来找过我了，是问我的下落。你能不能不要像一个小朋友一样玩失踪？你这样很不负责任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能怎么样？她是一个好女孩，我不想再伤害她。你这是在逃避，你逃避就说明你心里有她。我对她不是那种感情，只是……行了。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。说实话，很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像哥哥一样照顾我、关心我。如果问我的私心，我希望你一直可以陪着我。我可以。但是我不行。为什么？可可说的有道理，你不是我的附属品。我对你的感情不能有什么交代，也许你应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幸福？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？幸福不是目的地，而是一个方向。而你就是我的路标，我一直都在朝幸福在奔跑。
丁鱼，我要你亲我。凌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看到了吧，这就是咱俩的问题。问题？什么问题？因为我们太熟了，熟到没有任何火花。就像你说的，幸福是一个方向。我们看似走在同一个方向里，但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。不，你错了。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如果都是火花的话，会把彼此都融化的。只有两个人在一起舒服，才是最理想的状态。好，那你跟我说，我和可可谁跟你合适？好了，别回答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希望你能联系一下可可。就算是我，看到一个女孩这么疯狂的去找你，我也会觉得很心疼。而且，我不希望你以后会怪我。傻。那不是剑锋吗？是啊，长大了。我不是想说这个，我说他怎么在这里？他还不知道这事儿呢，所以不能说话。什么意思？反正很长的故事了。哎，我
我能告诉你的就是，他一定不会跟你抢头风。只要你继续支持他，喜欢他的音乐，唱他的歌，那就 OK 了。好，走吧。原来是你啊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你以为这是顶峰吗？我是来找我儿子的。你儿子？谁是你儿子？姐，我是他儿子。小峰，跟我回去。哼，你们这些年轻人不容易啊，这么小心里面的心也就这么多，是不是想借着音乐毁掉剑锋，好让没有人来跟你们抢顶峰，是不是？你别血口喷人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小峰是你儿子。妈，其实你闭嘴。你说你不知道是不是？嗯。司建宇，你不认识你弟弟。顾一泽，你不知道建宇有个弟弟吗？于小兰，你难道连建锋弟弟都不认识了？你还说你不知道，你当我是傻子？妈，姐她真的不知道。你闭嘴，你叫谁姐？你知不知道这两个在公司是怎么对你妈的？你要认他们是不是？行啊，那你就别认我。张总，先把事情搞清楚了你再发火。弄什么清楚？我眼睛亲眼看到不够吗？张姨，你别生气，你肯定误会了。误会啊？误会了，我儿子会站在这里，堂堂顶峰的接班人，在这种破地方卖唱，丢不丢人呢？你，哎，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破地方？你个老太婆，把话给我说清楚啊！你说谁老太婆？谁说我这破地方？我说谁？哎，干什么呀你？哎呀，这什么鬼地方？跟我回家！我不走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走。我喜欢这儿，我当然想留在这儿唱歌。你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在我的身上，好不好？他们对我很好，没有你说的那些阴谋诡计。他们连我是谁都不认识，怎么可能害我？我就要留在这儿唱歌，你不要阻止我。跟我回家，要不然我不认你这个儿子。我说到做到。建锋快走了。
什么意思呀？啊，全都知道就是不告诉我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刚来，我也不是想要骗你的。就我也不知道。不管怎么说，联系一下可可吧。就算是我看到一个女生那么疯狂地去找一个人，我也会很心疼。行不行？至少等做完天都项目再走，好吗？不要就这么快走。